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前不久在深圳呢出售了一幢别墅，总价格达到了7300多万元，平均单价是每平方米14万元，这也创下了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最高的平均单价。而事实上，在今年的5月份，根据政府所公布的公开的数据，深圳的商品房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50%，而北京的商品房价格在上半年也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超过40%。可以说，虽然经过了2005年和2006年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是中国内地的房地产价格却始终都是居高不下，不仅没有丝毫的回落，反而还在全面大幅的上涨。那么，中国内地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什么收效甚微？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我们世纪大讲堂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金融学家易建荣先生，我们掌声欢迎。您好，欢迎，来，请坐。好，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认识一下易建荣先生。曾经他只是社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金融研究员，如今他被称为中国著名的地产名嘴。作为金融学专家，易建荣的名字却更多的与地产房价联系在一起。认同他的人称赞他具有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反对他的人抨击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而对于这一切，他说，我不为权不为利也不为众，我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说话。欢迎易建荣先生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世纪大讲堂。刚才呢这个短篇介绍当中也说了，您是关于房地产的名嘴，那自然呢把您请到大讲堂要讲的内容也还是和房地产有关。其实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金融学家呢，其实金融这个领域也是相当的宽广，但是大家知道您都是和房地产相关联的，怎么开始对房地产这个问题那么感兴趣？关注房地产问题，我在从1998年开始，由西欧张伯强教授邀请着我到了香港。那时候来讲呢，我看到香港的问题啊，其实经济很发达，金融也很发达，但是香港来讲的居民呢、啊、就是你住房条件特别差，而且房价特别贵。还有一个来讲呢，就是香港的房地产来讲啊，当时在他们经济里头它的比重特别高。我当时跟张教授讨论的时候，我就发现来讲呢，高房价作为这个一个对居民的这个整个一个福利水平呢、啊、对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来讲是相对一个不利的东西。从那时候开始呢，我想中国的今后的房地产市场肯定是也会走上这样一条路，我们如何来思考，如何来关注，为我们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提供一些好的思考。嗯，那您这些年来开始关注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感觉它和香港的市场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我曾经概括为9个字，就是高房价、高地价、高福利分房。但是中国的这个概括6个字：高房价、高地价，没有福利分房。这样一个差别来讲呢，关键的问题就是，香港那种房地产这个模式，它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来讲呢，就是说它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来讲呢，从98年开始，它短期内为什么发展呢？也跟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啊，跟我们现在这个住宅资源条件有很大差异。我今天要讲的就重点，就是我把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跟香港到底什么差别，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嗯，这些年呢，关于房地产市场上涨也好，或者是说您预测房价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也好，每次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说了，毕竟呢，房子是关心到可能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很多人一旦可能对于房价、房子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总是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像前不久呢，我知道龙永图先生，他呢是在南京举办的一个关于房地产的高层论坛上，也发表了一份言论，说每一个人都想买房，其实这种观念呢是非常错误的。此言一出，确实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纷争。您怎么看待他这一番话？我觉得他那个话来讲呢，就是用在什么背景下？我想来讲，如果是房价低，我们民众有能力购房，
我特别是我们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买房不买买房，不是谁告诉他们，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选择，不需要谁去告。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房价要跌，我们民众有能力进了这个房地产市场告。大家可能还想知道，您一直都关注房地产市场，您自己住什么样的房子？我住的房子基本上还可以吧，因为我是很早就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工作了三年，我回来的时候就在北京啊，就买个比较合适的房子。我在香港一个月工资相当于我们北大教授是一年，我住了三年，所以来讲呢，我自己现在房子条件呢，基本上还是可以来讲。所以更多的就关注我们其他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到底能住上什么样的房子。对，好，那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易建荣先生呢是关注了这么多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同时呢，对于房价在未来的走势到底应该如何的去判断？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易建荣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房价急速走高，势头难遏，政府宏观调控收效甚微，是民众刚性需求还是奸商恶性炒作？中国的房地产到底怎么了？有人把求助的目光投向美国，也有人直接要求借鉴香港，谁将开出中国房市的对症药方？金融学专家易建荣做客世纪大讲堂，透过房价表象直击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为出路。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了，这几年来啊，中国的这个社会，无论是民众，无论是企业，无论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为什么如此？一个简单道理，住房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家每户每一个那个利益。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的房价越来越高，那我们中国的民众越来越远离房地产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想看，大家会不会关注？大家会不会着急来看看我们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会如此？当然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房地产市场有刚性需求在那里，房地产市场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之决定，所以房价会高。其实来讲，这是一个完全的谬误。为什么说他们所指的刚性需求是什么？就是我们经济学所说的每一个人需要住房，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住房。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每年有250万人结婚，那么250万人来讲呢，它就是250万套住房。但是如果没有钱购买的时候，这个住房是不是需求？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需求，而是我们经济学所要正好是约束的一个东西，就是用价格机制来调整我们的供求关系。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能力购买的时候，这些住房不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我们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就是可以用三条简单的标准来衡量。第一条标准就是房价收入比，就是你买一套住房，你的工资来讲多少时间多少年可以付清，这是第一个标准。按照联合国的一个93年对107个国家的一个标准来讲呢，房价收入比来讲是3到6年。但是在我们北京，如果在北大附近，我们买一个100平米的住房，按照我们现在12000一平米，一个总价就120万。那么按照我们北京市居民的中位数收入是多少啊？是7万块钱一个家庭。那么我们买一套住房来讲，大致是18米。就是要18年的时间，你才能买一套住房，等于联合国标准的多少倍啊？就是上限也要3倍以上，这是第一条标准。第二条标准就是我们居民购房以后，你住按揭贷款，你每一个那个按揭贷款的这个房款的数，跟你的
米国镍的可征的收入比是28%-25%，但是91%以上居民是多少啊？54%以上，所以说性质比80%。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有几百万房奴？道理就是这样，我们居民就做按揭贷款以后购房，由于房价太高，他的就是房价的这个每个月支付的钱超过了我们28%-35%这个比例。第三个标准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资产总负债率，就如果是我们购房以后，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教育贷款，还有我们信贷贷款等等，所有负债是资产总负债率不能超过50%，无论超过这个50%也是很贵。但是我们以这三条标准来讲，我们的房价来讲是高的离谱，不仅高的离谱，而且高的我们80%以上的民众完全远离房价市场，就民众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购买我们现在这样高的房价。所以来讲，这就是房价高是必然。现在我们所说的那种刚性需求，不是我们居民真正的有效需求，这是第一个问题。房价一路飙升，造就百万房奴，政府干预4年为何不见成效？对此，地产名嘴易建荣放言，市场政策出了问题。对比香港、美国代表模式，症结究竟何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模式的探索，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第二个问题，房价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政府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对知道房价很高，知道我们居民没有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也知道我们这个房地产投资过的，政府近几年来采取一系列政策，比如说国八条、国六条，但是国六条、国八条以后，我们中国的房价为什么会越调越高？深圳的房价在国八条以后，由2005年3月份的7000块一平米，上涨到现在是16000，上涨是已经是129。但是政府公布数据是什么？2004年房价全国的房价上涨9.8%，2005年上涨是5.6%，2006年是6.4%，2007年一季度也是5.6%。为什么我们的房价一方面高的离谱，另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政府公布的数据来讲跟我们实际的相差那么远？这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房地产市场政策出了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房价调控以后，各个地方政府，你看政府不是要稳定房价吗？你想想看，你这中央政府告诉了各地方要稳定房价，你想一想，政府的考核的标准、考核的业绩就在那里，所以来讲没有一个政府来讲你敢把房价提得很高。那么这里头来讲呢，还有我们房价的统计指标问题，比如说在国外来讲，房价的高低来讲是二手房价格二手房价格一个权数来计算出来的，我们什么一手房价格，一手房价格是个什么道理啊？就是说你用不同的产品在比较不同的东西，你想想看，今年是这里一个套房子，明年那里一套房子，然后呢我们出来这比较价格的高低，你看意义在哪里？其实没多少意义。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来讲的话，它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如果政府不能把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规定的到底是投资品到底是消费品的时候，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方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扩大内需，那我们更多的 GDP 在这个上去，这个我们住房就是消费品，大家去买吧，多买一些住房，这个消费就内需就扩大了。而且我们15规划里头就写得清清楚楚，我们住房是什么？是消费品。那么我们的利率政府就管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为什么？利率高了，大家消费来讲可能就是没有那种能力，或者来讲呢就是消费起来来讲成本会增加。但另一方面讲呢，我们政府又把它作为投资品，特别是我们国家统计局把这个住房，他说这是投资品。
既然做完这陶作品该怎么样，我们买购买作坊来讲就没有限制，你可以买一套，也可以买两套，可以买三套，买一百套。特别是我们现在在陶作跟消费没有欺负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怎么样，我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房地产信贷政策，把利率呢压得很低的情况下，那么投资者就可以利用我们的低利率政策，利用我们房地产系统便利的融资工具，然后可以用银行的钱购很多很多的住房。大家可能知道，在2005年时候，上海有个居民借了银行7800万买了128套住房。还有我们政府，大家可能看到了，就是把房价一定要稳定在一个水平情况下，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好，既然你这个系统产品是投资品，然后价格是稳定的，那么进来这个系统的投资者干什么？肯定是进了一个无风险的一个投资市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样的条件下，怎么样？肯定会让大量的投资者涌入这个房地产市场。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进行投资，大家都进行炒作的时候，房地产市场价格有什么决定？由我们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的预期来决定。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价格的上涨，哎，我要去进去，那他看到上涨他也进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房价就越宏观条件就肯定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如果我们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没有一个明确清楚的界定，不但会把它界定为再是消费品再是投资品，然后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出台相关的政策，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要得到稳定是根本就不可能性。那么我们房地产市场的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来看看世界各国来讲，它的房地产市场模式是怎样发展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它是怎么演进过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首先来讲是学香港。我们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模式，我曾经概括为高房价高地价高土地分房，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讲，它是当时香港的一个特殊产物。这种发展模式最有利的是香港的高级公务员、香港的精英，最不利的是香港那些50%以上的住公屋的民众。大家只要到了香港，你看看香港居民那个住房，你就会觉得来讲，它的福利水平来讲是多低。你比如说我在香港时候，最早的时候租一个房子，你看看这个洗手间多大哈，你只要手这样摇摆一下，肯定会把你两个胳膊都撞到。就是说你有一个人以后，你就根本没办法动。床，那就是说一个房间来讲，放了一个小桌子，放了一张床，好，你就没有空间了。就是香港的居民看起来80%住公屋，但是他们的住房福利水平呢，压得最低，压得最小的这个一个水平上来进行。但是来讲，他这种住房这个模式来讲呢，对香港的高级公务员，在香港的那些精英，比如香港大学的教授，在98年的时候，香港大学的教授年薪是150万，但是香港的教授，香港这些高级公务员谁都是英国人，英国人制定的政策制定的制度对英国人最有利。按理来讲呢，香港当时由于来讲他的这个经济发展也是以外省型经济，如果是没有那些公屋，让这些居民住很这个廉租屋那样的住房来讲，他们就没有这个廉价劳动力来生产他们出口产品。所以当时香港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来讲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产物，而且这种发展模式来讲呢，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是不合适。但是来讲呢，即使是不合适的一个发展模式，中国怎么来学呀？我们只学怎么样？学前面两个方面，学高房价、高地价、高福利分房，不学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如果假定我们也是让50%以上的人都进了廉租屋、进了福利分房体系，怎么样？
我们目前情况来看，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补贴分房。那么在这样情况下，高房价、高地价对谁最有利？对我们的地方政府，对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在这样情况下来讲，大家可能为什么意见这么大呢？就是跟我们学香港的时候这种模式，学了香港一半，我把香港那些好的东西，那些有利于民众的东西学过来，仅仅把那些就是说对我们政府，对我们政府的权利最有利的这一块学过来了。还有来讲，世界的房地产这个发展模式来讲呢，比如说新加坡，新加坡来讲呢，就是80%的居民都住的是一个祖屋，也是政府提供的一个住房。但是来讲呢，这种发展模式来讲呢，当然我们是也没办法学。这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这个战争的原因，当时欧洲的住房十分紧缺。在欧洲来讲呢，就是说一些发达国家来讲呢，就采取了住房的工业化、产业化，生产了大量的廉租屋，为提供给我们这个当时的一些当地区的民众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房地产市场来讲，作为一个发达的市场体系下，我认为来讲，美国那种发展模式来讲的话，还比较对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公民、绝大多数民众来讲是有利。在美国来讲，它的土地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但是每个房地产市场发展来讲，它的一个基本东西，比如说每个的住宅法第一句话就是要生产舒适、安全、绝大多数居民都有能力进入的房地产市场。就这个，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每个的房地产市场来讲，就是要在政府的帮助下，比如政府的利息的优惠、财政的这个补贴，还有税收的优惠，让每个的公民能够通过房地产市场即来购买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住房。所以来讲呢，每个整个一个住房保的住房体系来讲呢，哈，它5%-6%的是住房保障体系，那些没有这个修了来年没有生活能力，还有一些老人家呢住进政府的廉租屋，这些人来讲根本就没有一点点修了来年，他如果说不能让政府来提供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居住环境，那么我们现代文明就是居民的基本居住权就没得不到保证。那么其他的居民来讲呢，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不同的程度的居民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这样就要让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房价要低，房价高的我这个绝大多数居民根本就没能力进入这个市场。高房价、高地价本是师从香港，然而对于高福利分房的缺失，中国绝大部分居民的利益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组成又该如何界定？政府冷却房价是否黔驴技穷？中国房地产市场模式的探索，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大家可能知道，每个县这个房价中位数是多少？22万平，这个每年。一套，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就是北京市别墅。你知道，22万米年这个一套，比我们北京市的那些连体别墅又不知道要便宜多少。北京市，如果我们到了一些这个别墅看，500万、1000万，无论是我们现在北京市这个别墅啊，无论它的环境条件，还有它的建筑，都比每个住房要差。但是来讲，我们的房价比每个要高得多，你想想看，每个的居民他的收入水平多少？每个还有来讲费率的问题，我们这一每年跟我们人民币的即使在深圳也是7块多万，
对不对？情况多啊，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房价要高多少倍？所以来讲呢，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来讲呢，哈，跟实际上居民我修的水平，这个相差的太远，相差的太远。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未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应该如何发展？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政府如何来解决？最近来讲，我就提出了自己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有如何通过一个好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条就是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大家知道，中国的土地是国有，国有什么概念？国有是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他都有权利来分享这种要素，他的生命价值。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来分享这种土地上产生的任何收益。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们中国的政府，特别是我们最近有什么科学发展观，还有佛系的政府，他应该把这些概念、这些理想，或者这些观点，完全用法律的方式界定为法律制度化。那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要分享我们国有土地每一份收益，这是第一条。那么既然每一个公民要分享这样的国有土地要每个收益，那么我们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要生产跟每个样的，就是安全舒适，绝大多数居民都有能力，都有购买能力进那个这个市场。当然我们居民的工资收入水平，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财富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不重要。我们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界定为三个层次，就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用10%的房地产市场的产品界定为廉租屋，就能让那些没有工作能力，那些老人家，那些病残人，让他们能够分享到我们国有土地之下基本的住房居住权。当然这个居住条件可能是不是太好，但是来讲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有一个能够居住的地方，这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我们可以让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产品20%个产品成为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就是这部分来讲让工地修的民众进了这个市场，他们也可以去投资，也可以消费。若不是你消费，政府采取个利率水平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若果你的投资，那么你投资收益率来讲，你就跟整个市场的投资收益率基本上要看齐。第三个来讲，剩下70%这些住房来讲，就是让我们70%民众都有能力进入我们房地产市场。那么这些居民来讲，他的收入水平不一样，他的财富也不一样，他的地区也不一样，那么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给对他们进行货币化补贴，对他们进行利率优惠，对他们采取税收优惠的政策。只有通过这整个房地产市场模式一个清楚界定，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一个改善。现在我们房地产市场问题什么？就是特别是这些一线城市基本上成了有钱人的投资市场，而且这些有钱人来讲也不是用自己的钱在投资，都是在用银行的钱在投资。大家可能知道深圳的房价为什么短期之内短得这么高啊，深圳的这个
住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现在已经达到多少？4500多亿。这些500多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已经看到我们整个住房按揭贷款的1/5。你想想看，这么一个小城市，大家都用银行的钱在炒着房地产，那么房价肯定会高。如果是我们把这个清楚界定以后，那么房地产市场来讲，你要调整你的收益率，你收益率也保持在平均收益率以上。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美国，为什么加拿大大家不去炒住房呢？因为在那里有政策来限定你炒房子是无利可图。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政府来讲呢，一定先把整个房地产市场模式界定清楚。那么在这个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我们政府来讲呢，可以分别从短期、长期、中期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调整我们房地产市场。短期来看，我们房地产市场可以通过利率的方式、信贷的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这个现在的刚性需求。为什么？我们房地产市场问题，为什么大家会忧虑房地产市场？为什么大家都在房地产投资？关键问题的低利率政策。你想想看，负利率的情况下，你借到钱来讲，你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都是获得一份财富。你想想看，大家会千方百计到银行去借钱，肯定是会借钱的。而再来讲，你借到钱是，一借到钱就有收益，你看看他这个钱能够珍惜和使用吗？他肯定不会珍惜使用，他肯定去做风险最高的投资，房地产市场肯定比炒得很高。所以来讲呢，我们政府只要通过利率调整，那我们利率不断的上升的情况下，我们房地产这个市场进行大的调整。那么利率不能上升，对我们已买过房的民众怎么办？我们政府就要采取一些基本的界定，就跟我刚才讲的，如果买一套住房人，你的利率来讲就可以采取优惠利率；如果买2套住房人，利率水平又不同；买3套住房人也可以高的利率。即使买个住房人也要采取这种方式，否则来讲会引起我们现在以购买住房购的民众来讲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负担的加重，所以他们来讲呢是相当不利的政策。第二个方面来讲，我们就要采取比如说住房这个税收制度改革，比如说物业税，通过物业税的方式，好，你要住，你有房地产要炒作，你要炒作可以没关系，但是你要交物业税，交到最后来讲，你觉得持有住房肯定发不来，所以那边的住房来讲，它一定会进了市场卖掉。为什么我们现在房地产上涨了这么多房子，上涨越多价格越上升呢？关键问题，我们投资炒作的人太多。我们居民手上持有的住房太多，我们现在讲的控制力，现在大家都看得到了。哎呀，住房控制力不高啊！现在住房控制力来讲，不仅仅房地产开发商那一个控制力，而且我们居民手上，我们投资人手上有一批很大的控制力。所以来讲呢，通过住房这个保有税的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改革。在同时来看，我们就要在整个房地产市场进行全面的普查，比如人口普查、土地普查、住房普查，然后把普查的结果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进行一个全面的规划。全面的规划，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土地有效、科学的在使用，来生产我们绝大多数居民能够购买起的住房。所以来讲呢，我们住房其实来讲的话，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太困难。制度设计很简单，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关的权力机构、相关的部门愿不愿意把这块力能够让出来，还有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有没有把现在这个问题想清楚了。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什么简简单单的比别人要得丑？土地公有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奉来分享我们整个湖南省的发展成果。为什么来讲，我们要把所有的财富，过去现在未来财富，来购买这样一个这么小的住房。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所以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大家来讲呢，好好去说好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坚持自己这份权利，来保护自己这份权利，让我们的住房福利水平不断的提高，让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做到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条件，做到自己合适舒服的住房。谢谢大家。大谈房市热点，细评政策走向，房价究竟何时回落？小产权房为何突然走红？地方政府新举措又能否扭转飙升局势？金融学专家易显荣与现场观众激烈碰撞。中国房地产市场模式的探索，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感谢易显荣先生刚才呢带给我们的演讲。其实刚才呢，易显荣先生给我们讲述了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一个现状，同时也指出了未来所应该采取的一个他认为的最好的模式，当然也告诉我们政府在这当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可否认，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呢，政府在这个其中的角色相当的重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像南京就出台了一个政策，为了调控不断上涨的房价，那么政府呢，就当地政府啊，地方政府就要求普通商品住宅的利润率不得高于8%，而且呢，在核准了基准价的基础之上，开发商最高加价幅度不得高于5%。那您怎么看呢？他这个做法我是不太赞同的，就是他的这个目标是好的，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房价压下来。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产品啊，不仅仅价格问题，还有质量问题。如果说你把这个价格压得很低，如果我做很差的房子给你，它同样是很高利润。其实政府你要做的东西来讲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只要把这个投资的那块来个做一个清楚的界定，真你看看，把这个这块界定清楚以后，需求那一个是固定的，因为你住房干什么？住房就是当地居民，如果需求，当地居民来购买。他当地居民这个数量都有限的，那么这样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你要把投资那个限定好以后，然后来讲呢，通过这个一些税收的政策，一些银行的这个信贷政策来讲呢，完全可以论价格调整的。所以他那种行政的方式不仅仅达不到目的，而且来讲呢，对整个市场是一个破坏的作用。就是说政府即便是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也应该用一些市场的手段，而不是行政的手段。对，这行政方式达不到目的，而且来讲呢，它可能越早离市场就越远了，它可能面临个困难，面临问题越多。就是说而且来讲呢，我们民众也有分享到你个住房的福利呢就越来越少。好，谢谢。您的言论呢一直在网上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网友叫做闭上房老大的嘴，他说呢易先生，您曾经预测过中国的房价会下跌，中国房地产呢出现了泡沫，这个泡沫呢也最终会破裂，但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这种景象，房价居高不下，我们怎么样对您的话再产生信任？是不是从此之后您的预测我们就不可以信了？这个问题来讲，第一，如果是你是一个市场经济主张的人，从来不必去预测房价。而且来讲呢，第一条，我从来没有预测房价，我只是说房价应该涨到多少程度，比如说那应该跌到多少程度才有投资价值。比如那时候我讲，房价来讲应该跌到30%，你才有投资价值。如果说你这么高的情况下进去，你是没多少投资价值的。社会经济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东西啊？分散化决策，就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所获的信息知识，如何来在自己的条件下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进行买跟不买。
如果说你仅仅是听别人说房价会跌但是不跌，你没有进了市场经济，你还仅仅是在计划经济那个一个概念下。所以这位网友来讲呢，他说我怎么样其实是不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他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跟我们大家的讨论问题不是一个层面。好，谢谢。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现场各位观众提问的时间。啊，叶老师您好，今年6月17号的时候呢，国家建设部它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就是建议消费者不要去购买那个在集体土地上和建设的房屋。其实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开始算起呢，这种小产权房子已经存在大概11年了，为什么到近期我们国家才发布所谓的那个有关部门才发布所谓的风险提示？小产权呢，主要是我们最近这个北京啊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其实来讲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来讲呢，在90年代就开始就出现这种事儿。那时候来讲的话，因为住房市场的土地啊不是那么紧张，就是说特别是那个小产权那些住房的话，它都是很边远很边远的地方，离这个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来讲呢，他们也觉得不是太重要。那当时来讲呢，就是随着这个房价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城镇化的速度快速这个发展，知道吧哈？它是边缘地方，在那住小产权房的那些小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越来越重要了。而且来讲呢，现在这个规模就越来越大，特别是房价特别高的时候，很多居民去都购买那种房的时候哈，这个问题来讲就会就摆在桌面上来，如何来这个理清这个事情。其实来讲呢，我认为小产权一直在强调来讲，一定是来讲要妥善的处理。就你现在说是不合法，但其实来讲我们检讨过没有，如果我们现在法律本身有问题，那么证明我们小产权房有存在合理性，对吧？所以来讲就把不要说仅仅过去那么一个不合理的东西，不就是说跟我们现实这个公正性差距比较大的东西来做标准来讨论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对我们现在买小产权房的居民或者消费者是不公平的。所以来讲，希望政府，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妥善处理，不管是一句话不合法就行。谢谢。非常感谢老师能给我这个机会。记得在2004年前后，国内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并指出，中国房地产经济属于一种泡沫经济。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房价必将出现一个回落周期，您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房价距离回落周期还有多久？到那时中国房地产的房价将回落到什么程度？谢谢老师。我们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泡沫肯定是泡沫，那么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会回落，它的价格什么时候调整，这关键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它是一个政策市，就政府的政策决定了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到底如何变化。如果政府的政策感觉到我们房地产市场价格太高，我们整个绝大多数民众不满意，他比如说一直在加利率调整，还有其他的一些税收政策调整，我想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这一个比较可以预期一个时间内，就是说一个很好的调整。如果政府的政策还在跟过去那样，我想房价的上涨是没办法往下调，是不是哈？第二个来讲，就是说，我们房地产市场的这个问题来讲了哈，它的周期性呢跟其他这个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周期很长的一个行业，因为你从它的上涨周期来讲的话，它一旦上涨，它就会很长的时间就上涨，它有一个等同期，是吧？一旦下跌起来，它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来讲呢，你不能每个来讲房地产市场它找到是就有8年时间。所以现在大家来讲呢，就是说我相信政府来讲的话，一定必按照他们最近所说的，就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让我们整个社会的民众能够分享到整个经济成长的这个成果，我想他一定会有个比较清楚明确的考虑。我相信政府一定会改变我们现在这个现状。谢谢大家。好，感谢易建荣先生今天呢带给我们精彩的演讲。
记得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就曾经说过，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呢，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确，能够有房子住，特别是有合适价格的房子住，关系到中国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民生。因此呢，面对今天中国的房地产热，我想我们有必要来冷下来，冷静地进行一下思考，来明确地想一下政府在这当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决策，应该又用什么样的手段，符合市场原则的手段来进行调控，同时呢，共同来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符合市场原则的，而且呢，还能够让每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有房子住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再次感谢易显荣先生今天来做客世纪大讲堂，也感谢我们今天北京大学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